为着要让消费者买了放心，嘛吃了安心，关顾积极监督食品安全，并且为大家来把关。同时办理餐饮卫生管理分级以及安心标准的认证，前后各举办食安颁奖典礼，鼓励认真用心的店家。这次总共有120间的餐饮业者和19间的导游业者来得到认证。广告除了希望大家继续保持，也希望更多店家会当来提升卫生的管理。茶店业者用做小的方式大方展现出家己的产品，这拢是有通过广告安心认证标准的。另外，伫餐饮卫生的方面，有110间业者来通过。总共有112家的餐饮啊，还有其他的食品业者获得我们的一个认可。另外呢，导游的部分，咱婚姻馆的特色，也导游的部分，也有3家特优，19家，总共19家厂商得到我们两级以上的。因为对着咱婚姻馆的导游，对我的行销有真大的帮助。咱所有业者，这个业绩拢一直拢会有成长。因为伫卫生管理的方面是消费者较看无的，而即摆透过广府的把关，大家也当食了更加安心。食者表示，即摆当来得奖，也是对家己的一种肯定。食品呢、那个优良品质的部分呢、有助于提升我们整个云林县的那个整个食安的提升，还有消费者的那个购买的时候也可以购买到非常安心的那个产品哦。那非常感谢我们那个卫生局的用心。消费者看不到我们厨房内的一个做制作的过程，所以呢，卫生局这次的一个安心有场所认证，让他们可以来检验这些，让他更帮用路人做一个安心的把关。环境卫生、食材管理、人员卫生等。政府透过各大方面严格检查每一个店家，因此这摆当调整的业者，在食品安全方面要大大的保证，方便就会当更加安心的消费。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认证的一个颁奖的一个过程哈，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样哈，然后行销给大家哈，让顾客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哈，这些就是我们经过我们云林县卫生局认证通过的哈，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的一个业者。这摆是安颁奖典礼，总共有131个业者得奖。透过广府的食品安全监督，消费者会当买了更加放心，也希望大家继续保持，同时提醒其他业者，提升卫生管理的品质。记者江怡，长报道。